开星期五啊，嚟到上半档面睇嘅时间，直播室里边咧继续会有喺北京嘅小夫啦，同埋喺广州嘅黎佳嘅。系，大家好，咁啊，无论相隔多远咧，都一齐咧就为大家带嚟最新鲜滚热辣嘅大湾区内资讯吓。咁啊，星期五多面睇嘅同埋业务方面嘅情况啦，咁亦都欢迎大家啦，将相关嘅范畴嘅问题咧，就透过我哋嘅节目上嘅粉色小秘书啦，就系传递到我哋嘅节目组嘅。